MyTown Golden Screen Cinema 是一家大小都能够负担的一家戏院。咔咔咔咔，你告诉我乜嘅一家戏院啊，都唔是讲一家啦，你以为系cinema 英文啊，你一阵唔系英文，你讲嘅系中文，知道吗？唔是家一家嘅，系要话系看到好多人都讲，系系一只男仔，系系一两妹仔。你唔是强调一两一集喎、哦，唔通而系两集连三集连咩？根本系不敌所谓。导演，你讲什么主语？主语都是不能登上大雅之堂的这个语言啦、啊。哎呦，你讲话不够精的，当非为了暂停就按照讲话的时阵。你就参与最不必要的思虑，想个这个、这个、这种、这种，奇怪，只准安尼最核心，因为写作本无够重点，要参与最不必要的时间，拢总是你害的啦。搁有你啊，都是讲河北歌的，按照连我做广告卖用河北歌，嘛爱乐观呢？我是泉漳人，我的祖先是福建永春人。但是我不会讲永春话，哎呦，要笑，别要转江话，就爱学啊！你应该要包容，把你华南汉歌变作和平广告，好像跳舞其他人的作歌，但是广告词的作歌，不是要求所有人拢爱配合你讲华北歌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导演，你们继续拍广告吧。删除不必要的字之后 MyTown Golden Screen Cinema 是一家大小都能够负担得起的戏院。